Ershiden Tursun, an artist in Ruoqiang County in China's Xinjiang, is trying to promote the ancient culture of Loulan. Loulan was a prosperous settlement built around 2,000 years ago to serve traders' transients through the ancient Silk Road. The site is today located in the wilderness of Ruoqiang County. 好，非常好，今天大家表现得非常好。大家好，我是若香仙楼兰艺术团的爱心托尔逊，正在陪练的节目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二亩花亩片段。那个切别怎么看？那个片段能不能再加速一点？我们试试啊。表一拜，走。我们的创作方向在用传统的文化中加入新时代的元素。 使我们的演出更加与时俱进的同时，又有生活的历史底蕴。那小杨先听一下。这个地方可以留下。这个后面有没有吉他的节奏？有呢，现在再放一遍呢。不管是舞台剧还是原创歌曲的表演形式，我们团的核心就是发扬我们的楼兰文化。 展示富裕特色，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楼兰文化。4 2 3 4，我回来了。爸爸，我今天学会了新的曲子。真的吗？来，我们听一听来。 爸爸，我弹的好不好听？非常好，太好了。 一定要继续努力。 我是16岁开始这个学习的音乐，音乐是我的一个永远的一个梦想。我现在做着我自己喜欢的音乐，和我的团队一起歌颂我们的家乡。我的爱妻和我的孩子，我在过着非常幸福的一个生活。